卷。10块钱，好了，10块钱卷。10块钱卷啊？嗯。恁个贵啊？保鲜膜吗？不晓得哦。嗯。你们那哪里有保鲜膜？那么贵的保鲜膜，10块钱卷的保鲜膜。都是10块钱卷。你在开玩笑吧，老板？哎，那不是开玩笑，这我们厂里都是卖的10块。这个有这么贵吗？保鲜膜10块钱卷，你们有没有买过10块钱保鲜膜？这么贵？这次说实话有点亏，真的。这么点大一个保鲜膜哈，这么一点点，10块钱一个，因为现在急用，我准备回去拿回去包了个玉米，一时半会儿快递的话回不来，我要先在这里买，而且是批发价，早知道我在我自己厨房里面买，9.9块，这么大一卷，所以有些时候啊还是有备而无患。